先将锁阳切片，然后将锁阳和清水一起放入锅中，大火熬开，转小火熬半个小时即可。如果熬的水浓度高，就可以兑白开水喝。使用锁阳泡水的时候需要注意，在用锁阳泡水喝期间，患者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千万不能熬夜，避免损伤身体。饮食方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一些具有刺激性的食物，辛辣的食物最好也不要多吃。锁阳泡水喝有很多的功效，可以抗衰老，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促使身体中的细胞的再生，还能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，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身体的免疫力能提高对病毒的抵抗力，也大大提高身体的体质。润肠通便，锁阳含有糖类皮质激素，这种激素能够有效地聚集体内的抗血小板，这样大肠中的蠕动就会增加。消炎抗肿瘤，锁阳中含有棕榈酸及油酸这两种物质，服用之后能够有效地抗肿瘤和抗炎，特别是对艾滋病有很好的疗效。